们的剑穗第二指跟第三指穿过去，会画在第二跟第三的中间，然后五个手指握住。那我们的刀预备的时候，刀刃向前，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手稍微包起来，那就会刀刃直接向前。我们两脚，右脚三十度，左脚三十度，大约开脚60度，好，第一。好，我们起势，沉身到右脚，右手慢慢放松。好，开左脚，我们右手掌慢慢的扶上来。好，移重心，转腰。左脚正前方，身体微微斜，后脚身体转正，就是把手再放回原位，松肩椎，然后转正，上步重心移动，一重心落到左脚，上个步，好，我们的手心往前，高度在。右手到，好，上步轻轻地移动，一，右旋。